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集众多集，遍在有见有喜，照地和掌空净而白佛言是有。如来三佛念诸菩萨，三佛诸诸菩萨，世尊三难之三地人法，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云诸云何相无？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奴所说，如来三护念诸菩萨，三护诸诸菩萨，如今地定刚为如所善，三地人法，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诸如是相护其心，为然世尊言要以文莫告须菩提诸菩萨。如是相护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生，若无生，若有相，若无相，若会有相，若会无相，我皆令汝于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灭度。是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根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我知须菩提，菩萨以法应无所住，心亦不思，所谓不住色，不思不住声，相为诸法不思。须菩提，菩萨应如是，不思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其不得不可思量，须菩提，于云何同往？须共可思量，佛不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是为上下，须共可思量，佛不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思不得已，无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须菩提，何可以身相见如来？我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以为身相。我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不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当地生死心。佛我告须菩提，摩诃世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由此皆修复者，以此上体能生信心，以此为是当知世人不以佛而佛，三世无佛而众生根，以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上体乃至一千生信心者，须菩提，如来悉知其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若即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即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以故，如来常说，如等地就知我说如法以则法三因，则况非法？须菩提，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
如来有所说，我也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亦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亦不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周而一切现身，皆亦无为法，有差别须菩提。若能满三千大千世界，其报亦永不是世人所得无得定为多佛须菩提言身多世尊何以故是无得即为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多福有人以此经中受持乃至十句句等为大人说其福身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界中此经注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云何许多万能作是念我得许多万故须菩提言不也是尊何以故许多万名为如流而无所入不如色身相为诸法是名许多万须菩提十多万能作是念我得十多万过佛须菩提言不也是尊何以故十多万名以往乃二十五往乃十名十多万须菩提十念我得阿那含过佛须菩提言不也是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二十五不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阿罗汉能作是我得阿罗汉道我须菩提言不也是尊何以故是无有化名阿罗汉世尊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照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真三昧人众最为第一是第一利于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我是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即不说须菩提是乐阿难那含这一句是无所心而名须菩提是乐阿难那含我告须菩提云何如来须在燃灯佛所依法有所得佛不也是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依法是无所得须菩提云何菩萨庄严佛度佛不也是尊何以不庄严佛度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因如是身清净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身相为诸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住须弥三法因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身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圣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诸如是沙等等何以因何是诸恒河沙定为多佛须菩提言神多世尊丹珠恒河山多何况今生须菩提我今世愿告汝若有三难至三地忍一即饱满而说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不是得不多不须菩提言身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能之身你能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十句句的为大人说而自不得身见不得不知须菩提虽说十句乃至十句娘子执着一切世间天的阿修罗皆因供养诸佛大庙何况有人即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地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而是须菩提拜佛言世尊当何名持敬我等因何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风之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为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佛须菩提拜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世界所有为真是为多佛须菩提言身多世尊须菩提诸为真如来说非为真是名为真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须菩提那可以三十二相
见如来佛不异世尊不可异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实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三等之三一恒二沙等身并不是若复有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十句句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而是须菩提闻说神界一即地雷悲其二百佛言悉有世尊佛说如是神神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至今世尊若无何闻世经心心清净即生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悉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心皆受持不住为难多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心皆受持十人即为第一何以故此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这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第一切诸相即命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净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生为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为第一波罗蜜是云第一波罗蜜须菩提人度波罗蜜如来说非人度波罗蜜是名人度须菩提诸我悉为隔离妄可见身体我已而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已妄切切持戒是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有念过去五百世作人如一而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彼一切相法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诸色三心不应诸身相为诸法身心应身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诸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诸色不思须菩提菩萨为彼一切众生故应如是不是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光于者不异于者须菩提如来说的话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行住一法而行不是如人如安即无所见若菩萨行不住法而行不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代之事多有三能之身能以此经所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之为其知识人悉见识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三地念诸日分一恒二沙等身不是种子分复一恒二沙等身不是后日分一恒二沙等身不百劫万一劫一生不是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离其父神笔何况书写手持读诵为人皆说须菩提一样此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法大声者说为法最上声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况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即为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得效法者照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即以此经不能听说读诵为人皆说说句在在诸诸多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是诸即为四大皆应供经作礼为劳以诸法相而传以诸佛知悉菩提若三能之身你能说此读诵此经多为人清见世人现世罪业应多而大以今世人清见故现世罪业即为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
一切依然等佛见得是八百四千万亿那由那诸悉皆供养真实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以我莫世人受持诸上师经说的功德以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计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说不能及须菩提罗三男子三女人以我莫世有所持诸上师经说的功德我若据说者我有人问心即狂根无一不逊须菩提当知是经亦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而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三人之三弥人法鸟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应住因何相佛佛告须菩提三人之三弥人法鸟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则当生如是心因灭度一切众生一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是无有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须菩提云何如来依然等佛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言世尊如我解佛说所以佛依然等佛说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然等佛即不依我说即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是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等佛以我所具作是言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是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时中无时无心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比如人生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生长大即为非大圣是名大圣须菩提菩萨亦若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即故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是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如人如众生无受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度是故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度则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则如来说明因何如来有肉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因何如来有天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如来有慧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因何如来有法眼佛如是世尊如来须菩提因何如来有佛眼佛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因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佛如是世尊如来说是须菩提因何如意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十诸恒河所有佛世界如是定位多佛神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而说过度中所有众生多感众心如来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悉报一样不是得不多佛如是世尊此人一世因缘得无甚多须菩提若复得有是如来不说得复得多亦复得无故如来说得复得多须菩提佛可以其诸色身见佛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其诸色身见何以故故如来说其诸色身即非其诸实名其诸色身须菩提云何如来可以其诸色身
相见佛。如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记住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见，诸即非记住是令诸相见说须菩提。如为如来作是令，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令。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令说法，而是会令须菩提拜。佛有众生以为来世闻说是法生虚，佛言须菩提，彼为众生，为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令众生须菩提拜。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所得，是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扶持须菩提十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令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三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三法者，如来说即非三法，是令三法。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须弥三方不是等具宝及有人持用，不是若等一次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十句偈等所持，一千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一分乃至算数比所不能及。须菩提，云何如等无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故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是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所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须菩提，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须菩提言如是说尊。佛言须菩提，多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身方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亦不言以三十二相观，而是说者说即言多以色见佛，以因身求佛，以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若作是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恨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不是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持菩萨身见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因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造，是故说不受。须菩提，若有人念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我，世人不解我说，所以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的，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三能之神力能以三千大千世界最为为身于云何是为身中定为多佛？须菩提言身多是中，何以故？多是为身中是有者，所以这佛说为尘中，即非为尘中，是名为尘中。世尊如来说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何以故？多世界是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造即是。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间受者见，须菩提云何是人皆我所说一佛不也？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一何？世尊说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即非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间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行，皆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不是若有三难之
发菩提心者，此一时心乃至十几句等说之读诵，为人言说其福生彼，言说不具一相度度不动，何以故？一切用为法如梦幻泡影，度如一如电影，作如是观。佛说此经已上道，离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说受记那欢喜，悉说奉行。